小燕，大家好。首先咧，好歡迎大家啦，嚟到參與我哋今晚呢個廣州麗柏廣場十週年嘅慶典啊！我哋係有請麗柏廣場董事長劉君先生，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的點睛儀式嘅。在香港咧嚟到廣州出席我哋今晚呢個盛會嘅喎。嗱 ，Elvin 咧就係香港嘅星級形象達人啦，咁啊曾經為好多個嘅國際影視明星咧就係做呢個形象嘅設計，咁啊當中包括濱崎步啦、周迅，佢咧就係呢個水晶球達人胡啟智啊。紅姑鍾楚紅，我哋有請。即係你今次咧就係第一次嚟到麗柏廣場啊，不如首先同大家講下你對麗柏廣場嘅感覺係點樣咧？大家好，我覺得依度好靚啦，同埋好好華麗啊。咁啊，首先請個紅姑咧攞起你呢一個慈善包包，咁就俾我哋記者朋友影張相先。要襯翻你今日呢一身嘅裝扮啊！我想欣賞這個很刺激的松巴舞，給你掌聲給你們。我們有請郭富城 Aaron， 好開心啊！我今晚可以能夠可以再一次參與麗柏十週年。Aaron 呢是幫我們拿著你設計的這個作品給我們的記者朋友拍張照片。哇！佢係一個藍牙嘅裝置嘅擴音器嚟啊！嚟做嘉賓嚇，我哋有請大美人李嘉欣。進行一個簡單而隆重的亮燈儀式，麗柏廣場董事長劉君先生有請，汪冠廷，仲有就係紅姑祝總，有請廣州友誼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房向前先生有請，跟住係有請廣東省旅遊集團白雲賓館董事長胡建平女士，繼續係有請原廣東省旅遊集團董事長劉建新先生，呢顆明珠就正正代表住咧麗柏廣場咧就係呢一個明珠嘅。咁啊，請請咁多位可以將你嘅手放上去呢顆明珠上面，有請。明年再見，拜拜。